剪刀石头石头布。哦，你第一个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是故意的。Mickey， 你输了就输了，不要赖。哎呦，我们四个，这个都是最好的。没有，没有，真的没有。喂，这里是老屋餐厅。我们今天有很好吃的老屋便当。哎，有人打来哦。我是老屋的小帮手李九哲。你好，李轩你好。哎，你好，我旁边有一个美女叫鬼鬼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是鬼鬼。然后我后面有店长小康哥。不用介绍那么细啦。一个便当一百，一百块，一百块。是，我们要啊，200，300。没有啦，一百块。你要真的编乱编乱呐，我这是最多两个。好，那是我过去拿是吗？啊，对，12:30之后。12:30之后就可以来这边自取了。好，感谢。谢谢谢谢，拜拜。Nicky， 我决定电话还是我接好了。小帮手哎，在哪里啊？九折。我第一次看到小帮手自己先走了，自己先跑去休息的哎。等一下，我们剪刀石头布输的过去，他等一下我们先全部出剪刀，然后他都出剪刀。好，来来，好。这要干嘛？来，我跟你们讲，我们现在进行最后一个任务，我们要准备10个便当，然后出去把它卖掉。那我们要征求志愿者。哦，我厨房好忙哦，我在厨房还有好多东西要用哎。我们的地要刷嘛，这个外场的。对啊，因为淹水了。我也要洗碗啊，然后丁菜要切大蒜。算结束了，然后那个豆芽菜那个头，没有，我们尾巴都要拔掉，去头去尾。对，我问去，因为我今天包便当，便当手，便当手，新名词。我也是有烤香肠面、香肠手。我跟你讲啦，反正就是这个重点啦，还是要出去销售10个便当，最后任务。那但是呢，这个销售出去回来绝对是那个。我跟你讲，销售出去回来也会特别销售，对，整个人都销售，因为现在出去，而且。猜拳啊，我觉得猜拳最公平啊。猜拳，那刚刚安全帽戴不下了，我们猜了。好，剪刀石头石头布布布。哦，你第一个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是故意的？这个是安排好的。没有，不要骗，你上次也是啊。没有，你干嘛出布？你干嘛出这个？谁知道你会出布？为什么你四个都这样子？我刚刚夹香肠也是这样夹，很奇怪。No， 这个不是跟香肠没有关系。你输了就输了，不要赖。哎呦，我刚刚在的时候你们安排好的。没有，这个都是最好的。没有，没有，真的没有。No， bro。No， no。